張遠。主席，我想問政府有沒有曾經請顧問或者自己做過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業權調查？有定沒有？好，你看看文件哪一段給政府。這個我說的是4000平方米這個的條件，即是我想看看究竟政府在規劃這個過程裏面有沒有做過一個這樣的業權調查，有沒有？政府有沒有這些資料？多謝主席。咁喺我哋做呢個規劃研究嘅時候咧，我哋係知道邊啲係私人土地，邊啲係政府土地嘅。咁但係至於話嗰個業權係屬於邊個嘅咧，咁喺我哋規劃過程咧，我哋係唔需要掌握呢一啲土地業權人嘅資料。好，我唔係講一定要屬於邊一個咩名或者咩公司，但係你哋掌唔掌握究竟有幾多塊土地係由一個業權人擁有是4000平方米或者以上，你有沒有做過這方面的資料搜集？這個不是我們考慮的規劃因素，所以不是問你考不考慮，是問你有沒有做過。他已經答了你，他不考慮的就沒有做過。不是考慮，是有沒有做過這個的調查？有，沒有。有還沒有？我們是沒有做過。 OK， 哪個業權人？你答了了。